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本的养花问题。第一个臭本说，我的米兰之前在院子里边养的还挺好，进屋里边就疯狂掉叶，帮我看看是得病了还是咋的了。这个就缺光导致的，他猛男换环境就这样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应急反应。他原本的时候啊，光照很充分，他觉得呢，我有个百八十个叶片，哎呦 OK， 我可以，而且我可以疯狂的去多长叶片，我可以吸收太阳能，我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。我到了屋里边，我发现没有什么光照了。哎，我原本获取的那能量呢少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就把我下面的叶子给代谢，就是在那脱落，把营养赶紧集中精力啊，得攻上边，因为这个时候缺光了，我认为是我的高度不够了，它就会长高高，哎，它就会长高了，长高了之后呢，它就下面的叶子发黄，你看新长出来很多叶子，它因为高度不够了嘛，就叫徒长，时间长了就徒长，明白了吗？下个周宝，你看我这个白玉兰是咋了嘛？你能把白玉兰养活就已经很 OK 了。我今年已经在去努力的去克服这些问题了，就是今年呢，我们首先从三角梅入手的，三角梅啊、柠檬啊，还有月季，去入手，还有一些个九里香，去入手什么呢？轻量化、机制化的去种植了，也会去把这个白兰的问题解决一下。因为白兰呢，目前就是你能买到的90%的都是没根的，所以说很难养活。你养成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然后呢，有点黑尖啊，有点黑尖，还是说通风啊，方方面面不挂晒，用点小黄二号就 OK 了。下个臭宝说，老花姨，我关注你很久了哈，这个你看这个绣球是咋的了？这个绣球啊，你们真的想盆栽养绣球，真的需要一个。相对来说通风要很哇塞的地方，你给它放到窗户角那儿就不哇塞了。然后呢，我从10月1哈，就是我也会放假，我应该去休息几天。10月1之后呢，我会在楼房上面，因为我那个楼房呢是2楼有个小阁楼，那个环境已经够差了吧，我会在小阁楼里边去给大家养各种各样的花，去挑战，就是你们让我买什么花，买谁家的我就去买谁家的，让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，然后我从2楼阁楼里边给你们挑战养花，没什么光照。当然，我有一个很小的露台，也可以做一个外景，明白了吗？就是室内养花，我就可以实现了。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就通风不够。这位臭宝呢，用点小黄二号加强一下通风。然后呢，浇水呢还是循序渐进的来，明白了吗？别一直通风不行，天天浇水。你一看这个植物不行了，很多花就什么呢？浇水。哎，我浇的不够，我多浇。再不行了，我再施点肥，结果给它嘎了，明白了吗？因为我大舅子哎，晚期还多喝热水，多吃点，本来就胃癌晚期，你这样多喝热水多吃点，嘎得更快嘛。哎，这个花友是一个道理，明白了吗？注意先略微的干养一下，用点杀菌药先缓过来再说嘛。下个周宝说，看看病把把脉吧，每次掉花苞怎么连花带人一块给治治，这个就缺光，阳光一点，人也是阳光一点，乐观者永远前行，这一句话送给你，好吧？因为悲观者永远都对，他说啥都有道理，他就一杠精，你就乐观一点，你光往前走就往前看就。植物也一个道理，它掉花苞很正常，因为它的光照不够，营养不够，能量不够，你自身的能量也不够。你看老花一天天有正能量的吧？好吧，臭宝，乐观一点，用点肥料。哎，老花一买又能挣你钱是吧？下个臭宝说，巨峰葡萄怎么用药？我跟你说，臭宝，你要吃的东西不建议用药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不哇塞了，是需要的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啥？把它周围的那些个草给它清理清理，撒点药，撒点这个，用个桶，小黄二号倒进去少许，搅拌一下，灌进去。如果说再不 OK 的话，就联系一下客服，给你后期再配点别的药，因为小黄二号便宜啊。就像人感冒了是吧？大夫先给你开2粒头孢啊，那还不行还不行，再给你打针，明白了吗？这个也是一个道理，先来点小黄二号先试试。然后呢，该用肥料的也得用肥料。你这在地里边粪肥应该不缺、啊，找隔壁王二婶家掏2勺子鸡粪啊，这发酵过的、啊、一定要，啊，你没发酵过，你自己用个老坛给它发酵一下，老坛鸡粪，哎，给它来点，就是要发酵一下的肥料哈、啊，再用给它，好吧，小黄二号不要断。下个臭宝，玉树10多年一直很旺盛啊、现在这个不叫玉树臭宝，这个叫是玉树，长得跟西柴树一样，第一个是西柴树，第二个是玉树，这晒的。你但凡看到这种胖乎乎的植物，肉嘟嘟的植物，啊，怕热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一个点就怕暴晒。你话说人在大西北怎么？你放心，人家晚上的时候很凉很冷，晚上能到零下，就是零下1-2度，白天到30来度。你家有这么大这么长的温差吗？没有吧？说你那一直很热，他就扛不住了，明白了吗？哎呦，我经过我大舅子喜欢冰火两重天，但是你一直搁热锅上，他就熟了，他就不行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现在我怎么办？哎，别再给他这么晒了。你要是给它这么晒也 OK， 在
春秋冬，其实在春天和冬天的时候它会长得哇塞，因为你那个环境所致，到夏天秋天这种燥热的时候它就不哇塞了，主要还是这个温度的事，好吧，光照的事啊。冲着我大舅子也点个关注，我是老花一，眼花最专业，以后每天给大家分享大舅子的故事，来了，出发。嗨嘿嘿嘿嘿。